耶利米书第四十八章一节，论摩押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安尼讲：尼波有灾厄啊！因为变作爬远，基列丁拄到见效受攻处，米苏加拄到见效受毁坏，摩押无过受恶了。有人伫希实本设计无要害伊，讲来啦，咱将伊歼除，无过成国。马德面啊，你也着静静无声，刀剑要对关你，对何罗念有嚎叫，下昏大毁灭的哀声，摩押毁灭啦，伊的囡仔出哀声，互人听去。五十人爬上罗希的山壁，哪行哪哭，因为伫何罗念落山壁，听见毁灭的哀声，恁着逃走。家己救生命，家己站起，亲像旷野的稻香。七站，你因为我靠家己的所做，甲家己的财宝，也要受了。祭物，甲属伊的祭司、首领，也要做一个受了去。行毁灭的，要到达个城，也无一个城会免得。山谷要地到败落，边羊。要受毁坏，照耶和华所讲的，要用石和摩押，和伊通飞去。伊这个城要地到爬远，无人徛起，清清菜菜做耶和华会讲的，要受咒诅，禁止刀剑，擘着火的，要受咒诅。十一节，摩押对少年依赖。常常享受平安，亲像坐清的酒，无对这个气区，拼伫迄个气区，也毋捌受掠去。因为安尼，伊的原味要伫地，气味无变。十二节，耶和华讲：日子要到，我要找拼酒的去伊遐，将伊拼出来，拼空伊的气区。打破伊的酒瓮，摩押要为着祭物来建效，亲像以色列家早前倚靠伯特利的神来建效一样。十四节，恁怎样讲？阮是勇士，是有力通交战的人。摩押变作爬远，敌人上去入伊遐城，伊所得选的少年人。落去拄到太师，这是君王，名作万军的耶和华讲的。十六节，摩押的灾厄近啦，伊的苦难紧紧到，今仔伫伊四围的，甲捌伊的名的，恁拢得为伊悲伤，讲，迄、那个结实的乖啊，甲迄个水的腿，太压长到安啦。十八节。住伫底本的百姓啊，着对你荣耀的围落来，坐伫打扫的地，因为毁灭摩押的上来攻击你，毁坏你的保障。住阿罗尼的啊，着徛伫路边观看，问逃走的查甫人，甲逃脱的富人，讲是甚物代志啊？二十节，摩押因为毁坏来见效。恁到啼哭嚎叫，到伫阿伦报告，讲摩押变作爬远，刑罚已经到边疆的地，伫何伦、亚杂、米法亚、底本、尼波、伯底、比拉太因、基列丁、伯加沃、伯米温、加略、何苏拉，甲摩押地远近所有的城。摩押的脚错断啦，摩押的手压断啦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二十节，恁得予摩押酒醉，因为伊向耶和华祝歌，伊要伫家己所托的中间过来过去，搁要予人踢笑。摩押啊，你敢毋捌踢笑以色列吗？
伊敢是伫插个中间，互人插出吗？你逐摆讲起伊个事，就摇头。伊八十，摩阿个百姓啊，都离开寨城，住伫山岩，亲像粪鸟伫深渊个坑口做秀。阮听讲，摩阿人会骄傲，是极其骄傲。听讲伊个祖哥骄傲，个武蛮。尊心家己掠做大，三十节，耶和华讲，我知伊的生气是空空的，伊夸口的话所行的是空空，因为安尼，我要为着摩押哀哭，为着摩押全地嚎叫，人要为着今日哈列色的人吐气。三十二节，西比玛的葡萄树啊。我为着你哀哭，较伤重亚舍人的哀哭。你的枝探过海，直直伸到亚舍的海。迄、那个惊毁坏的，已经淋到你热天的果子，甲你所满的葡萄。三十三节，肥的田甲摩押地的欢喜快乐拢无去，我予酒库的酒无去，无人打酒。出欢喜的声，迄、那个欢喜的声，却变作受敌的呐喊。三十四节，伊是本人发的哀声，叹到伊利亚里，直直到亚杂，搁对索尼到何罗念，直到伊基拉西里西亚，因为凌林的水的确高大。耶和华讲，我要伫摩押地。和迄个伫山头段献祭，甲迄个五亿的神烧香的拢断绝。三十六节，我心腹为着摩押，亲像喷烧的弹；我的心肠为着今日哈列色人也是安尼，因为摩押人所得的财物拢无去，大家头壳光壳壳，喙手尖短短，手骨有刮伤。腰下麻布，三十八节，伫摩押达经的厝顶，甲家畜达所在有人哀哭，因为我攻破摩押，亲像攻破无人爱的气库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摩押毁坏到安尼，哀哭到安尼，见笑越倒转到安尼，亲像安尼摩押。要予四周围的人啼笑狂野。四十节，耶和华安尼讲：仇敌要亲像大鹰鸟飞来，天开始攻击摩押，加略予人攻取，伯将也予人占去。到迄日，摩押勇士的心中痛疼，亲像要生囝妇人人。摩押要拄着毁灭，无过正做国。因为伊按耶和华主歌四十三节，耶和华讲：摩押的百姓啊，惊吓含气话道，拢近伫你，啥物惊吓的？要跋落含气，对含气爬起来，要互话道倒掉。因为我要互对土的泥淋到摩押，这是耶和华讲的。四十五节。逃走的人无力徛伫希实本的阴暗下，因为有火对希实本发出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发，烧尽摩押的边界，甲作乱的人的头壳的顶面。摩押啊，你有灾厄，属基抹的百姓灭亡啦，因为你的正囝拢予人掠去，你的正查某囝也受掠去。耶和华讲，到日后，我犹阁要予受掠的摩押人倒转来。摩押受审判的话，到这为止。